明月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件事情，我在你离开之后，自己一个人做过一次，但因为没有你，一切都索然无味，所以现在我要再做一次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觉得我们再缓缓吧。缓什么缓？躺好，不许动，我去关灯。你要开始了吗？当然了，你不要乱动。 谢谢你把民宿那个房间租了下来。那天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想着你，好像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。对不起，明月。但是也要谢谢你。 你让我知道，绝望也会变成希望。也谢谢你不顾一切地回到我身边，把我从黑暗中拉出来。